在远方的远方，明月徘徊谁的家，照亮少女家衣裳。袅袅炊烟的夕阳，唤醒心底旧时光，不问谁在谁心上，只愿留在你身旁。有你共赴这春夜，在良辰美景奈何天。有你共赴这春夜，如花未见似水流年。有你共赴这春夜，在良辰美景奈何天。有你共赴这春夜，姹紫嫣红逍遥。大宋年间，蜀汉的完颜部兵强马壮，骁勇善战。大将军完颜阖闾野心勃勃，对中原沃土愧迹已久，不断进犯侵扰边关，妄图攻占中原。而大宋朝廷治国无方，沉迷诗词书画与美食酒色。皇室当时对于蹴鞠和美食的热衷很快流行至民间，殊不知在大宋繁华太平的外表下，危机已经逐渐逼近。而我们的故事却是从杭州城天香楼一个传奇女子开始。西湖醋鱼、油焖春笋、铜锣鸡、八宝豆腐、宋枣玉、番茄响铃、一枝火黄、百鸟朝凤、绣球鱼、四明酥、白玉饼、红星虾仁。夫子，外面的客人催菜呢，咱们还有多久能做好啊？跟他说想吃好吃的就等，去吧。哎，又来扣一，没门！这些人天天扣一，每次我天香楼换了三道门、五道梁、320片瓦，再敢扣一，我要你有头没头发，有手没指头，有眼没眼珠。不就一道破菜吗？啊，好，你狠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精湛、性格泼辣的，就是我们的天香楼大掌柜，人称宋五嫂。这位才是厨艺名冠天下、美貌举世无双的俏厨娘宋玉蝶。这位策马而来的英俊小生，就是五嫂的养子，玉蝶的心上人李马。此次李马学武归来，本欲跟家人团聚，而迎接他们的将是
大男人为抢一壶酒打架，也太小家子气了吧。哎，不要。好酒。拿过来。干嘛这么小气啊？不就喝你一口酒吗？女孩子家喝什么酒？谁说只有男人能喝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跟你废话，这酒以后别再碰。你就是李马兄弟，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舍妹林吉儿。吉儿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师弟李马。林姑娘。别姑娘姑娘的，叫我大侠好了，反正也常听我哥念叨你，咱俩不用结拜，叫我林吉儿吧。哦，干脆叫我吉儿好了。别理他，不懂事儿。吉儿姑娘。喂，你。啊、哦，我看看看看看看啊！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！哎，有我九成的功力啊！哪有，我怎么能跟娘比呢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在想娘，你教我做的菜啊？哦，是吗？哦、马儿。娘，你好坏，不是笑我、走了，有那么搞笑吗？赶紧走去找马儿吧。哎呀，还害羞啊。哎，真是好久没尝到这个味道了。来，兄弟，以你现在的武功完全可以驰骋沙场，带兵打仗。我们林家军啊，正好要去守边关啊。哎，对了，五娘他们已经等得我等着急了，急死了。把酒还给你啊，大哥，我们下次再聊啊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回头再跟你聊。说完呢，这现在随口入饭，正是用人之际。兄弟，撤。兄弟，我准备这么好的酒，今晚在军营等你喝啊。哥，他可不可以加入林家军啊？他是哪里人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他有没有成亲啊？啊！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哥，他有没有成亲嘛？撤！撤！撤！哎！啊！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足。这一片绿色前面应该就是杭州了啊。行了，到了，都别绷着了，这又不是在王府，这杭州之行啊就是要愉快，就当是出游了。哎呀，在宫里太压抑了，终于可以出来放松放松了。哎，我是厨子，听说这杭州出才子，那些才子啊个个英俊威猛，而且还很潇洒，我希望我能有一次艳遇。就怕你有心无力啊。撤周嫂出来出来。呀，孙掌柜您怎么来了？要不要我给您倒杯水歇一会儿？别跟我说没用的，把你娘叫出来说话。我娘正忙着呢，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可以先跟我说。你看看啊，把我们家厨子烫成什么样了啊。对，你把你娘叫出来，给我个交代。他不过是路过你们天香楼，恰好看到你们窗户，恰好往里看了一眼，恰好看到你们在做饭。你们也太跋扈了，天香楼是你们的，这天香楼外边的路还是你们的吗？对，谁让他恰好经过天香楼，我娘恰好又扔了一块鱼排，恰好砸在他脸上。对了，孙掌柜，我这儿有一个对你来说是好消息的事儿要告诉你。既然大家这么好奇天香楼做菜的方法，我和我娘决定从今天起，只要想学天香楼的名菜，我们每人只收300文。我试试。我说我是学厨子来了还是砸场子来了？是谁要砸天香楼啊？玉蝶妹妹，
李马哥哥，他们。孙掌柜。哟，这不是五嫂的养子李马吗？这妹妹哥哥亲热的啊，你真把杭州人的眼睛看着了。我还不了解谁是抱养的，谁是亲生的，两说。孙掌柜，这几年不见，难怪你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，你担心的事情也太多了。你娘长成这个样子，把你生出来就已经算是意外了，更何况是你那个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玉蝶妹妹。孙掌柜，看你这话说的呀，猪蹄儿天天踩屎啊，我也炖得很香啊，怎么我就不能生出这么一个漂亮女儿啊？照你这样说的话，像你长得这个毛样，生个儿子那要叫孙子吗？啊？马儿，娘，抱一下来，我儿子回来了。来来来，今天我儿子回来了，每人送你们一碗宋嫂鱼羹，等一下上菜啊。太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我看你们呀，吃鱼翅吃多了，不用再吃了，请吧。我们走着瞧。我等你啊。还不走？娘。马儿。娘。我看一下来。哎哎呀，长得可壮实了啊。玉蝶，哎，娘，我们进去啊，走走。娘，我都想你了。哎，他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李马呀？对呀，是吧？哎呀，没想到这杭州城果然是气派非凡呢。哎呀，这杭州城还真不错呀。是啊，这看着一点都不比京城差。你要跟我说这儿是京城啊，那我都能相信啊。是吧？那当然。周翔，你倒说说，有何不同啊？京城衙门多，杭州青楼多。哦，真的是一针见血啊。啊，白天做衙门，夜里做青楼，这是四全其美啊。四美啊，美酒佳肴，哎，美人乌纱，是这四美吗？啊，给个神仙都不换呐。哎，你亵渎神灵，小心五雷轰你的胖顶。哎，我只是一说啊，你是真来呀、啊、他哄谁呀、啊、哎，记住了，神灵不可亵渎。哦哦，神灵不可亵渎。走吧。哎，您去哪儿啊？皓月当空的，肯定不能去衙门吧？不去衙门？你去衙门。我这次暗访你一人便可，记住了，不要跟冯知州说我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一次募款谁敢怠慢。是王爷。王爷，这一次私访别叫我王爷，叫我公子。明白公子。哎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王爷。阿弥陀。哎呀，好了。给你爹跪下。老宋，马儿回来了。跪下。哦，玉蝶你也跪啊。嗯。老宋，看我们一家三口齐齐整整的了啊。玉蝶啊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也学得一手好厨艺，跟我一样。天香楼啊，他分担了我不少烦恼啊。马儿嘛，武功呢也学成归来了哈，你开心了吧？那我就找一个黄道吉日帮他们成亲了。成亲？是啊，很开心是不是？不用谢谢娘啊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成亲之后，天香楼就交给你们，那我干嘛去啊？啊？不知道。抱孙子呀。娘，还不快谢谢娘啊。谢谢娘。
杭州的夜有点冷清啊。是啊，小小一个杭州城没有什么好厨子。哎，自古杭州出厨子卧虎藏龙啊，是不是啊王爷？你们盯紧点，有什么好的厨子通通给我叫回京城。是。龚大人，您闻到什么味儿了没有？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香？不是一般的香，此乃天香。什么是天香啊？出自遥远的天竺之国，冰山之巅，三年开花五年结果，极难收集到，且路途遥远，极其珍贵呀。烹调之时搁多了，糟践了，搁少了。行了，你说的我都饿了。就这里，天香楼。敢用天香的厨子不是一般的厨子哦，可谓极品的厨子。哎，也说不定这天香楼里面就藏着高手，不如我们明儿就过来试探一下这天香楼里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我哎，玉蝶，来，放这儿，来。哎，马儿，来，哦，吃饭，来，吃吧。娘啊，你现在做饭越来越好吃了。这个饭嘛，这一桌子菜都是出自玉蝶之手，天没亮他就起来准备了。你是说这一桌子菜都是玉蝶做的？对。吃不出来啊。玉蝶，你现在做饭做得越来越好吃了。我怎么敢跟娘比啊？玉蝶，你做菜比娘做得好。对了，马儿，你那么久没回来，看娘有什么变化吗？跟以前一样啊。娘老了。哎呀，娘现在呀，干活都觉得累了，干不动了。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打算把天香楼交给你们两个人打理。来，陪娘喝一杯。好。来。哎。再倒，我敬娘一杯。喂。娘。来。这些年你辛苦了，打理这么大个天香楼。娘呢，打理天香楼辛苦，但是养你们两个也不容易。虽然马儿你是我收养的，但是我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疼你，可是你呢就没有良心啊，只知道疼玉蝶。娘，我以后也会好好疼你的啊。喝，来，再倒。来，我敬大家啊。哎呦，各位大爷，快来看看呀，玩玩嘛，来嘛。哦哟，大爷都来呀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杭州花巷啊，暖冬楼，两只黄鹂鸣翠柳啊。快来，公子，这个不要，进来玩玩嘛。公子过来吧。公子，哎呀，怡红院，进来看看嘛。一行白鹭上青天啊。出来，来看白鹭。来。啊？哎呀，这种小地方看看也就罢了，还真留着呀。对了，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找乐子的吗？哎，公子，听说这里杂剧很好看，要不然咱们去瞧瞧。玉蝶，娘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嘘，不是看你回来了高兴吗？对不起啊，是我离开太久了，让你和娘都受苦。说什么傻话呀，现在你都回来了，况且你在外面习武肯定也受了不少的苦。玉蝶，你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别骗我了，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我的，快告诉我。其实也没什么事情，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呢遇见了林大哥，他说要请我喝酒。你们不是最好的兄弟吗？怎么不去啊？你知道他要请我喝什么酒吗？什么酒？醉边关酒。这个酒不是壮士
出征前喝的壮行酒吗？怎么，他要你加入林家军？这你都知道啊？不过呢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猜啊，林家军肯定是被调去边关了。今天要不是娘一直拉着我，我一定会找林兄问个清楚的。你说，我要是跟林兄去了边关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你的千里马今天是不会来了，自己慢慢等吧。好，上哪打去？景阿姨，里边请。坐吧，公子，来坐。几位稍等啊，我给您上茶。没听见，没见。你知道他们唱的是哪个剧吗？我知道，这是杂剧。规矩。哦，我又错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规矩呢，想当年，小小的杭州城，一个小戏院子里头，居然有人会踢蹴鞠，那有什么稀奇的呢？蹴鞠啊，连三岁的顽童都会啊，除了那个头大身子长腿短的人不会。敢问小妹，你们这杭州城最好的蹴鞠在哪里啊？大人啊，这个呢我还真不清楚，我们家老板倒是天天蹴鞠，您呀倒是可以问问他的。我就是这儿的老板，几位大人想知道蹴鞠之事吗？你这个球踢得不错啊。瞧您说的，杭州第二。你是第二，那谁是第一呀？这个您就别问了，要想比试比试的话，您得先赢了我再说。那好，那我们就比试比试，若是我们赢了，烦你请出杭州第一。好啊，要是明儿这球我输了的话，我一定帮几位大人把这杭州第一给请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切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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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兵马哥哥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这种粗活让我来做就好了。那你小心点啊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，兵马哥哥？是不是手受伤了啊？让我看看。嗯，我没事情了。你，哎，生气了？哎，别生气了。切，你看看你现在都黑成这个样子了，还好意思生我的气？我这么担心你，你还嫌弃我？我和你开玩笑的。那我问你，我受伤了你会怎么办啊？你受伤？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立马哥哥，那我问你，我做的饭好吃啊还是娘做的饭好吃啊？嗯，说啊。你做的饭好吃。撒谎，明明就是娘做的比我好。我真的没骗你。立马哥，你以后别再离开我和娘了，我们三个永远在一起好不好？玉蝶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也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离开你们了。立马哥哥，呀，我忘了。别吃，小心烫，小心烫，没事吧？快，喝口水。来。
好点没啊？哎，让你偷吃，活该！谁让你做的那么好吃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了，你看你都被熏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！就知道你心疼我。约的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怕输不敢来了。嗯，杭州这个地方能有什么高手？蹴鞠啊，那肯定要数咱们京城啊，是不是？这下雨能踢吗？就是下刀子，他们敢来，我也跟他们踢。啊，有我家马儿在，一个顶三个人，我们轻松多了啊。李马哥切这么多菜，累不累啊？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不累。听说你是这里的蹴鞠高手，喊着要跟你叫板，快去看看吧。胆子真大呀，玉蝶。嗯，替娘好好去教训教训他们。放心，当然了，娘，今天有马儿在，去吧去吧，我们走吧。呵呵，哎，切菜切菜。哦，去。哎，对了，马儿啊，关于你跟玉蝶的那个婚事，你也这样想的对吧？娘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啊，好吧，不开心。娘，嗯，我跟玉蝶发过誓，要一辈子在一起，要一辈子好好孝顺你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好啊，很好啊，这样是不是很开心？是很开心。赶紧切菜吧，啊，哦，快。哦，嗯，切得挺好的啊，嗯，看什么？看我，看萝卜。你就放心吧，娘，从小你就教我切菜，我现在当然很熟练了。哎，玉蝶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可不是吹的啊，当时啊，我跟兄弟们过肩背拐搭空转，动作潇洒干净，技艺那叫一个出神入化，一个接一个的进球。哎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醒醒，别睡了。可恨的是，那几个人技艺不凡，最终将我们一一化解，结果踢了个大败。哎呀，公子，只要他们敢来，你就别手软。哎啊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公子，他们来了，你瞧。小姐，咱们露脸的时候到了。那么厉害。行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不跟他们踢。好。我们家公子说了。好男不跟女斗，哟，是不敢跟女斗吧？我们是好男，不跟你们这些个怎样？不跟你们来虚的。玩家报上名来。天香楼的桂儿，我是金豆。天香楼的原来是个厨子，哎呦，厨子，厨子，狗眼看人低。这老妖怪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哎，公子。对面来了几个女人，是天香楼的厨子。那岂不是更掉价？那个人把那几个女的请过来，肯定是有点功夫，不如公子您跟他们一试高下。他们输了，咱们不丢人；他们赢了，几个女人家家的，就算咱们让着他们。更关键的是，那里头有一个绝世美女。哦，不去，怕是不行啊。哎哎。哦，啊，姑娘，就是你们想跟我们比赛蹴鞠？是啊。啊，胆量可嘉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宋玉蝶。玉蝶，请问您是天香楼掌厨的宋玉蝶吗？你这个小胖子！头发长见识短，告诉你，他就是裘冠德亲，厨圣杭州的天香玉蝶。哦哦哦！你们，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婚号啊？你和小三胡说他们。哎呀，久仰久仰，
失敬了，原来是玉蝶姑娘。怕了吧，我们玉蝶不但蹴鞠厉害，而且厨艺精湛，还国色天香呢。厨艺精湛有待考证哦。国色天香嘛，略胜青楼吧。你个歪瓜裂枣绿豆眼，还好意思质疑别人。好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蹴鞠的功力，不打得你们落花流水违背天理。嗯，那赵某倒是有一个想法。公子请讲。该蹴鞠比赛若是我们输了，我邀请这儿所有的人在天香楼吃一个月的流水席。公子好大的口气。若我们赢了，那就劳烦玉蝶姑娘为我们做一桌好吃的菜。这个赌注好像我们占了不少便宜啊。能赢我们再说吧。比就比，开始。来吧。哎呀，实在太感谢了啊。哎呀，不客气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把菜准备好的。 好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告辞告辞。好，不送了不送了啊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回来了，又赢了是不是？闷不闷呢？你们每次都赢。哎呀，他们也不看看在杭州你们蹴鞠就从来没输过。怎么了，今天把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了是不是？娘，今天的客人怎么这么多呀？我们几个赶快进去帮忙了。换衣服去。赵公子，这边请。哈哈，哎呀，这房间不错啊。天香楼的玉蝶小姐亲自招待我们，我们真的是不胜荣幸啊。请用茶。好。玉蝶啊，去厨房忙去，这里娘来啊。来来来，哎，公子请喝茶。啊，谢谢。你好你好，我叫宋五嫂，是这个饭店的老板娘。我能坐下吗？哦，请请。啊，哎，公子一表人才啊，怎么称呼？姓赵，赵元丁。啊，哪里人呢？汴梁人。哦，汴梁那么大，是汴梁的哪里呢？汴梁的边上，镇安房。哦，镇安房，在哪个边上？左边还是右边呢？中间。哦，中间呐。宋五嫂，哎，您这天香楼在杭州城可谓是大名鼎鼎的，想必您一定是精通厨艺哦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大家给个面子而已啊。我就好跟这个精通厨艺的人交往。是吧？啊，那等一下你品尝我们的菜之后给个意见啊。荣幸荣幸啊。哎，你哪里人呢？我也是杭州人。哦，怎么称呼？我姓王，名季贤。龙井准备了没有？我忘了，我去取啊。哎，玉蝶，你怎么做这么多拿手菜啊？今天是哪位贵客设宴，才让你亲自下厨的？没有人设宴啊，是我们蹴鞠输了，所以我答应人家，要给他们做一桌子好菜来款待他们。没办法呀，所以呢，现在正忙着把这桌子好菜做出来送给他们。啊？你说你蹴鞠输了，谁能赢得了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是京城来的。几个弱女子跟大男人比试输了也不算奇怪吧？对吧，立马哥哥？
今日你们踢的也不错。什么？还输得这么惨？是啊，所以只能履行承诺，愿赌服输喽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个赵公子还是挺厉害的呢，他不会使诈吧？嗯，应该没有，其他人都看着呢。我得赶快做饭了，没时间了。马儿、玉蝶，娘，走开走开，我来给你们搭把手啊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刚才的那个人还挺厉害的。是啊，我们呀得把菜做得好一点。嗯，不能砸了咱们店的招牌。好，那我也去忙了。去吧。国色天香嘛，略胜青楼吧。出言不逊，竟敢拿我们跟青楼的女子比，气死我了。金蛋儿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桂儿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替你送吧，你去忙别的事儿吧。没事，我去吧。哎，听话，给我。那好吧。收拾！啊！西湖醋鱼鱼头豆腐来喽！来来来，尝一下我们做的名菜啊！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西湖醋鱼，哎，活的西湖草鱼，饿养一两天，把其体内杂物排泄干净。这样烧出来的醋鱼味道才正宗哦。哎，果然是个吃货啊。哎，您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？哦，那吃货大人，您是高手，请品尝。这个鱼头豆腐汤晶莹剔透，浓香四溢。玉蝶姑娘把这道菜可真的是做到家了。客气客气啊。来来来，尝一下尝一下啊。想什么呢？玉蝶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做了这么多菜一点都不累。你知道去年冯知县在这请客，我不到一个时辰就做了24道菜，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哎呦喂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哎，桂儿，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？就是，如果不是你的两个耳朵挡着，你的嘴巴都跑到后脑勺上去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刚刚教训了一个坏蛋。坏蛋？谁啊？二婶，那死胖子呗。你对人家做什么了？我用这个。嗯，你用这个扎他？哎呀，我把这个放到鱼头豆腐里了。你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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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公子，是不是被豆腐烫着了？哎呦，这能是烫着吗？肯定是中毒了呀！啊，不是，公子，公子，这公子，啊，是鱼刺卡住了！哎呀，卡住了！这来了来了，喝点醋吧，喝点醋来缓解一下，喝点醋。小心，我这有猫。抱个猫干什么呀？他能把刺儿给挠出来呀？公子，哎，走开走开，让一下让一下。哎呀，走开！哎，这来我来，快点！哎，你别打了，怎么动手啊？公子，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可以了吗？公子，啊，公子，多谢，多谢。这碗豆腐里怎么这么多鱼刺儿啊？等会儿，我想想，刚才。公子把他那碗豆腐汤打翻了，我把我的这碗豆腐汤给他了。莫非你这龌龊的事儿是你干的？其实吧，我对不起，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做的。今天切豆腐的时候没有留意到鱼刺，所以实在是抱歉啊，赵公子。抱歉？你随随便便说句抱歉就没事了？我看你们天香楼谁家黑店，
想谋害我们家公子的性命。我现在就去报官，让官府封了你们这家黑店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谋害你们家公子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拿一根小小的鱼刺呢？而且我们怎么可能还会出手相救？是啊，这事都怪我，你们怪我吧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把这碗带刺的豆腐给我吃了，咱们就扯平了。都吃？你们家公子只吃了一根，你让我吃一碗啊？没让你吃一锅就不错了，吃。等一下，这都是误会，况且现在赵公子也没事了，今天这些菜都是由我负责，要怪就怪我，赵公子就原谅我们吧。玉蝶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我让大家虚惊了一场，我吃。这别吃啊。怎么样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赵公子，这下可以了。玉蝶姑娘，麻烦你带我出去透透气。好吧。这样唉声叹气的，难道是哪儿不舒服？我这心呢，有些异常。最是男人寂寞处，空樽对月，无人诉啊。最是男儿潇洒时，热血杀敌，染旌旗，傲骨雄心，猎马嘶。玉蝶姑娘也会吟诗啊，真是才貌双全，叫人惊喜啊。月出皎兮，教人聊兮，此景此时，此刻此景，真的是叫人惬意啊，而且还让人心动啊。赵公子，玉蝶不敢当。桌四方菜，百味品春秋。